起来就差不多好了。如果太结冰，你就不要火不要那么大，先给它炸一下。啊，等一下在后面再那个，我开大一点点。炸到全熟吗？没有，还炸六七分了，给它炸七分左右，就中间带一点血这样子。干辣椒。干辣椒会辣吗？当然会辣。